就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他仍旧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。
管过了多少时候，他仍旧是他自己。